接着看明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9度，高温是28度。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是18度，最高温是31度。三地门乌台马家最低温只有15度，地点在乌台，最高温是30度。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只有10度，地点在桃园，最高温是30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是29度。而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只有7度，地点在仁爱，最高温是29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最低温是9度，最高温是28度。苗栗的南庄师坛泰安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是27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12度，地点在尖石，最高温是27度。新北乌来、桃园、复兴温度是落在15度到27度之间。而宜兰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只有14度，最高温是28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、吉安温度是落在21度到28度之间。而秀林、万荣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是28度。寿丰、丰滨温度是落在19度到30度之间。而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温度是介于20度到29度之间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只有9度，地点在卓溪，最高温是29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温度是落在21度到31度之间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4度，地点在海端，最高温是29度。而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是30度。太麻里、金峰、大武、金峰达人最低温是17度，最高温是29度。而兰屿地区温度是落在23度到29度之间。再看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只有25度。